阿云，接玉，师兄，此番前去，便没有退路了。灵姬，你若是成功，你便是祸害北巡的极恶之徒；若是失败，自然也是人头落地，化为一捧黄土。无论此战胜败，你都讨不了什么好。从今往后，不管是生是死，你都逃不过臭名昭著，千夫所指。师妹，你还有最后的反悔机会。即便如此，我也要去。果然是灵机会有的答案。哼，这老不休，事到如今还问这种问题，是看不起我们家灵机吗？我们走吧。嗯，走吧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会陪着你到最后的。师姐，请接招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不愧是师姐，自从师姐步入太灵境界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办法在师姐手下多走上几招了。受伤了，我看看。师姐，我没事的，不用这么担心。真的没事，不用看了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说起来，师姐年方18，就已晋级太灵。18岁的太灵境，放眼整个寻州，怕是也没人能出其左右了吧？是啊，要不怎么说，你师姐是继你师叔之后的天才苗子呢。师父，早餐没鱼吃。突然之间说什么呢？明明后院的缸里还养着不少，竟然不做给师叔吃。现在的小辈啊，一点都不体贴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还一脸责备？
都说了，世叔的病跟吃海产没什么关系了，怎么就说不通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提这个。阿元醒悟高阶，阿灵太灵初阶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我能交给你们的东西已经差不多没有了，你们也该出世了。啊，出师？师父，怎么这么突然？不，其实已经晚了些许了。阿灵、阿远，不知你们是否有所学武艺将至瓶颈的感觉？确实有些微的阻滞感。好像确实有一些。从醒悟高阶突破至太灵，我已经尝试了好几次了，只是一直没成功。师姐当时倒是很轻松的就突破了呢。那是因为阿灵天赋好，加上五心纯粹，突破自然不难。但进入太灵境之后，仅仅是五心纯粹这一点，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撑武者继续突破了。师父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继续在这一方草庐习武切磋，对你们的武学精进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用处，你们该寻找自己的道了。道？师父，没事吧？又发作了吗？发作，只是昨夜露重，稍微染了点风寒罢了，不碍事。阿远，为师考考你，你还记得义阙是什么吗？是师父，大道万千，一心为阙，意思就是无论是习武的武者也好，专注智谋的谋者也好，心境的锤炼是一切修为的基石。一个人的意志是否坚实凝练，决定了此人的修行是否可以长久。是，修行修的是心，这便是意趣。而为了锤炼心境，我们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。毕竟有道才有道心。步入太灵境之后，修行者可以算是彻底脱离了凡人的范畴。因此，如果没有坚定的道心支持的话，修为便会逐渐停滞精进，甚至倒退。道这种东西，在这种地方是悟不出来的。除非你们想修无为之道。当然，你们俩可不是这块料。因此，下山历练去吧，去见识人间百态，悲欢离合，然后从中感悟出属于自己的道吧。下山，师父，我们可以下山去了吗？为师留你们够久了。若不是为了巩固阿灵晋升后的境界，你们早该走了。为师也终于可以清静清静了。正好阿灵也可以趁此机会去找找吕兄的踪迹。自从阿灵六岁时，吕兄便一去不回，了无音信，也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。非师叔吗？确实，要是不提吕非师叔，我都差点忘记师姐其实是师叔门下之人了。毕竟这么多年来，
师姐都与我和师父同住同行。师姐，你觉得呢？可别趁我们不在拼命偷吃海产啊。走都走了，怎么还计较这些呢？去去去，下山去，别管你师叔的吃食了。阿远，此番历练也不知前途几何，你从小细心又擅长照顾人，可得好好扶持你师姐追寻大道，当然你自己的修行也别落下。当然了师父，我一定会支持师姐还有追上师姐的境界的。很好，时机将至，终有一别，我也不再多留你们，你们准备准备，带上石水盘缠便下山吧。下山后若是碰到你们那不孝师兄，如有需要不用客气，拖住当苦力便是。奈斯在外头野了这么几年，也不知道境界提升了多少，也该收收心了。是，徒儿都记着了。那我们去准备行囊了，我和师姐不在，师父务必保重身体。知道知道，去吧。师叔保重。双耀荼蘼，三照醒吾，四揽太明，五岁静影，六相归尘，终归凝虚。神州之上，修万千道者，皆修一个义字。心如磐石者，则大道坦途；心有下隙者，则众道风度。万千道中，修武者有志，修智者有志，修性者亦有志。得道者脱颖而出，失道者泯然众人。义却庞然浩渺，道前众生平等。千百年来，修习者前赴后继，追寻传说之中破碎虚空、与天同高的凝虚之境。然而，白驹过隙，至真凝虚者寥寥，修义阙者却不减反增。为求己道，
修者遍布神州，踪迹可寻，久而久之，众生称之为啊，看天色，不知不觉已经正午了呢。师姐，我们休息片刻，吃些东西吧。竹筒，竹筒。我记着呢，师姐就喜欢吃这个。给，竹筒饭。下山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，还留有些温度呢。里面有熏肉吗？有的有的，特地放进去好大一块呢。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师姐，我们该上路。是那边传来的声音，师姐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有人求救，自然得应。走吧。是人，我们自然搭救，义不容辞。可是会说话的河豚也太可疑了，谁知道有什么？那哪里可疑了？这年头会说话的猫猫狗狗满大街都是，换成河豚怎么就不认了呢？我又没要求和你们签订契约，成为魔法侠客什么的。你在乱七八糟说些什么呢？师姐，好吧，为了不被洞宝找上门。总算是打跑了。哼，要不是本大爷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区区野兽才看不见本大爷呢。看起来是没事了，那师姐我们走吧。等等，你们不要奖赏了吗？真的有奖赏啊？奖赏当然是你们人类最喜欢的摸肚皮，怎么样，开心吧？你又不是猫，而且只有死鱼才会翻肚皮。
倒是想试试出一下，会漏气飞走吗？被师姐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试试了。你们是魔鬼吗？可恶，竟然不吃嘴的。哇，现在的侠客越来越麻烦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只有祭出最后一招了。什么？一身香雪，本大爷决定跟着你们，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？意不意外？说起来，我好像还没试过做河豚竹筒饭呢，要不要试试？说什么呢，小伙子？被本大爷中意，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要知道，本大爷可是个天选之人啊，不对，天选之女。姓吴静以下的凡人，平时可是看不见本大爷的。那你刚才还不是被一只老虎给堵在岸边？都说了，那是因为饿了的缘故嘛。只要多给本大爷供上一点粮食，本大爷就能恢复这个能力了。到时候打探情报、出入禁地什么的，本大爷可是信手拈来。怎么样，跟着你们不亏吧？师姐，你觉得呢？如果我说拒绝，那当然不会罢休了。嘿嘿嘿，虽然你这女人冷酷无情、无理取闹，一点都不爱护小动物，但是身上的气息倒是蛮舒适的。哼，本大爷有点正义呢。就算你们不同意，本大爷也会跟着你们的。保护柔弱的小动物是你们侠客本分，是不是？你，算了，就当储备粮吧。女孩子家家，怎么杀气这么重呢？看样子你师姐同意了呢，没话说了吧，小伙子？既然师姐同意，那我也没意见。我会帮师姐盯着她，不会给她乱来的机会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？名字吗？没有，就算有，本大爷也忘了。哦，对了，要不你们给起一个，就叫鱼丸吧。好随便的名字，你们就不能起得更酷炫一点吗？比如鱼傲海什么的，再不济小鱼儿也行啊。如果真的叫小鱼儿，那你就等着浑身的刺都被拔光吧。再说，不是说贱名好养活吗？鱼丸不行的话，要不然鱼蛋。那就还是鱼丸吧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师姐，时间被耽误了不少，我们趁天黑前下山吧。嗯，走吧，余生。师姐，我有预感，这番历练应该不会太无聊了呢。